好呢個唔該袋。好慢。喺邊度？好兩張唔該袋。对，其实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自资做歌，那其实是比我想象中花多了很多钱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值得的，因为我学了很多东西，以前不会做的现在也会自己去学习做，就这个是价值是很大的，很划算，划算，好吧，系咪？很抵。而家市道都有啲差啦，咁样仲揾咁多钱出嚟，我都觉得冇。其实这个真的是挺冒险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除了是这个娱乐圈以外，很多其他的行业也是经济比较差。但是我觉得有危就有机，就在希望这个危险的时间里可以找到这个转机。